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：漁護署捕捉同人道毀滅喺市區出沒嘅野豬，做法係負責任，顧及市民安全，會考慮提高餵食野生動物嘅罰款。我哋都唔係冒然採取啲行動，都係睇到個情況惡化，為市民帶嚟多風險。要採取一些負責任的反應，網上又看到很多人去特登餵它，而且可能是即不是隨意一次去餵它，好像有個習慣去餵這些野豬，在它們的出沒地方去餵它。這些市民做的行為呢，就是我們是不贊成的，不會不考慮或者提高一些刑罰，令到市民不應該去餵飼這些野生的動物。